享受竞技，热爱生活，欢迎收看神探仓英雄百科。本期神探仓为大家解谜的是比尔吉沃特女主角最强战撸 ADC 赏金猎人鳄鱼小姐。另外大家有什么想看的英雄，可以在我的微博下方留言，说不定下一期就是你最想了解的英雄。对于那些居住在符文之地狂风大浪海边的人而言，成功的顶点在于拥有一艘属于自己的船和几个船员，而来自比尔吉沃特的莎拉厄运在16岁时就已经做到了。他将自己的船命名为应招女郎，并趁此解决各种麻烦。对于这位使用双枪的魅力女郎来说，没有任何猎杀悬赏是困难和危险的，但她也不是一直这么幸运。在她小时候，海盗盯上了她家所在的那片区域。有一天，年轻的厄运回家时，发现母亲躺在血泊中，自己也被凶手打倒在地。最后，她只能记住凶手那充血的眼睛，因为凶手的脸蒙上了海盗头巾。背负着母亲的仇恨，厄运小姐凭借出色的身手和精湛的枪法，成长为了一名赏金猎人。最终，厄运小姐带着两个目标加入了英雄联盟，第一个是团结比尔吉沃特人民，第二个是找到杀死他母亲的海盗。厄运小姐的真名是 Sarah Fortune， Miss Fortune 是为了让她的名字拥有双关性， Miss Fortune 等于好运姐， Miss Fortune 则是厄运的意思。这来源于以前老水手的传说，让女人上甲板会让这船遭临厄运。好运姐两把枪的名字 Shock and Awe 来源于一种战术策略的名字震慑与恐吓，利用大规模火力压制来摧毁敌方的战斗意愿。好运姐的母亲是非常有名的枪械制造师，她手上的双枪最初是为普朗克定制的，但普朗克违反了约定，用双枪杀死了她的父母，枪也被损坏，修复之后为好运姐所用。好运姐的一些台词来源于电影《星球大战：新希望》里的角色汉·索罗。好运姐在埃欧尼亚 VS 诺克萨斯城邦荣耀战里是诺克萨斯的可选英雄之一，并上场参战。法国皇室厄运小姐的外形设计来源于拿破仑的经典战役滑铁卢之战，该皮肤与普朗克共享同一皮肤主题。黑帮狂花厄运小姐与图奇、格雷夫斯、金克斯共享同一皮肤主题，并且在黑帮狂花金克斯皮肤原画中可以看到厄运小姐的身影。特工狂花厄运小姐来源于现代流行的特工主题蛇蝎美人，其外形与美国幻想喜剧片谁陷害了兔子罗杰中的女歌手 Jessica 非常相似。皮肤原画中的街头背景可能参考了香港九龙的夜景，我们还能看到右上角加纳的海报，只要998，你懂的。西部牛仔厄运小姐的设计参考了美国西部人物风格，在皮肤原画左下角有一张通缉令，被通缉的是稻草人。荒野女警厄运小姐的设计很可能来源于电影《冲锋飞车队二》，皮肤原画中好运姐所拿的双筒猎枪造型正来源于主角的武器。电玩女神厄运小姐是英雄联盟三周年庆典限量皮肤，皮肤原画中好运姐头上的帽子与超级马里奥中马里奥的帽子非常相似，手里的双枪则换成了红白机上使用的激光枪。我们还能在厄运小姐身后看到普朗克的身影，该皮肤与赫卡里姆、索纳、维加共享同一皮肤主题。女船长厄运小姐的设计背景是好运姐推翻普朗克的统治，并且想要自己控制整个比尔吉沃特，该皮肤与普朗克共享同一皮肤主题。七夕鹊桥会，幸福嫁给你。在8月20号七夕节当天，男装店、男鞋店以及眼镜店全场商品7.7折，更有超棒的礼品赠送，我的签名抱枕、小米充电宝，还有精致的英雄联盟手办。七夕节我们约会吧。又是七夕了呢，最近想和男朋友看电影，请大家给我推荐几个比较好看的男朋友吧。和大家开个玩笑，对于我来说呢，合格的男朋友一定是要在情人节买巧克力的，毕竟我是个吃货嘛，嘿嘿。
可是啊，品种太多，有的小伙伴不知道妹子喜欢什么口味。没有关系，我早就给大家准备好了，送这个巧罗金尊鲤鱼大礼盒吧。满满的一盒，包含了整整是5种不同的口味，再挑剔的妹子也会心动吧。不要以为包装这么高大上就觉得很贵，其实啊，只要89元哦，物超所值。巧克力吃多了，妹子呢难免也会觉得腻，贴心的你再送给她一瓶纯天然压榨的清新芒果汁，她肯定会觉得你温柔体贴，好感倍增的。最后再告诉大家，最近店里要有各种给力的活动，记得参加哦。小桑今天就帮你们到这里啦，祝吃货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女枪改版之后比以前更加强力了，在保留战撸的风格基础上，整体提高了女枪的伤害能力，唯一的减速控制也比之前的效果更明显。这次女枪重做正好配合官方比尔吉沃特事件，看过故事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船长在比尔吉沃特的势力被女枪一举推翻，而新版女枪也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赶紧拿起双枪统治召唤师峡谷吧。神探仓推荐玩法，女枪前期凭借 W 的攻速加成以及额外伤害，少有 ADC 敢跟他正面战撸，补刀时尽量用 Q 技能的第二段骚扰敌方英雄，这样几次之后对方的补刀和走位就会受到影响。六级之后，女枪的大招非常适合小龙或者野区的团战，由于女枪输出主要靠普攻，自身又没有位移，所以中后期团战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走位，并且抓住释放大招的最佳时机。出装方面，神探仓为大家推荐两套比较适合女枪的装备，第一种是传统输出流，核心装备为无尽之刃、幻影之舞、饮血剑；第二种是破甲流，核心装备为黑色切割者、幽梦之灵、最后的青羽。具体出哪一种就要根据游戏的实际情况来决定了。天赋建议21-90，符文3个高级攻击速度精华、9个高级攻击力印记、9个高级护甲符印、9个高级成长魔抗雕纹。召唤师技能建议携带治疗和闪现，女枪的技能组就决定了她并不惧怕爆发不足的 AD，但是遇上爆发能力强的 AD 以及一些带有控制的辅助会非常难打。新版女枪与以前相比到底有什么变化呢？首先是被动技能的移速提升会受到英雄等级的影响，并且开启 W 技能之后会立刻获得最大的移速加成效果。其次是女枪的 Q 技能，在原来的基础上追加了击杀第一个目标对第二个目标造成的额外伤害，这算是增加了 Q 技能的伤害，但是第二个目标的弹射角度啊，从100度下降到了60度，这意味着需要更加精准的判断。然后是 W 技能移除了原有的重伤效果，主动开启之后会立刻获得最大移速加成，其余的效果不变。W 技能从描述上来看削弱了伤害，但变相的增强了女枪的逃命和追击能力。W 的改动可能会让玩家选择主 Q 或者 QW 对点。女枪的 E 技能改动并不大，只是增强了减速效果。这对于没有其他控制技能的好运姐来说已经是个好消息啦。建议大家4级学一点 E， 可以用来封走位或者草丛探视野。改动最小的应该就是女枪的大招了，只是随着 W 技能做了相应的调整，大招动作还是那么的摇曳身姿，这才是真正的弹幕时间。虽然女枪变强了，但是这令人哭笑不得的攻击动作到底是什么鬼啊？扬帆起航，这样做的感觉真不错呀。解谜一，女枪的被动技能大步流星，一受到伤害就会停止加速吗？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是肯定的，这还用说？但其实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伤害都能让女枪的被动失效。召唤师技能点燃对女枪的被动就没有效果，点燃虽然会对女枪造成伤害，但是大步流星的效果并没有消失。至于其余的伤害技能也必须让女枪掉血才会使被动失效，如果女枪身上有饮血剑的盾或者其他护盾抵挡了伤害，被动的加速效果同样不会消失。解谜二，格挡类技能可以抵挡女枪 Q 技能的伤害吗？剑姬潘森的格挡以及贾克斯的闪避面对女枪 Q 技能的两段伤害都能完全抵挡，包括 W 技能附带的额外魔法伤害，
这三名英雄都能挡的技能，亚瑟的风墙和布隆的盾当然也能够抵挡。所以遇上这些英雄的时候，就要看准 Q 技能释放的时机，一旦被挡掉的话，就有可能丢掉性命。虽然 Q 技能会被以上的这些英雄格挡掉，但是 Teemo 的致盲却对女枪的 Q 技能无效，技能本身的伤害以及 W 附带的魔法伤害都全额打在了 Teemo 的身上。正所谓团战可以输， Teemo 必须死啊。解谜三，女枪的 W 技能可以对多个目标同时叠加吗？女枪的 W 技能会使普通攻击对目标造成额外的魔法伤害，在大招满级的情况下，对同一个目标最多叠加8次。如果同时攻击多个目标，并不会取消目标身上的层数，也就是说你 A 了卡牌再 A 男枪再回来 A 卡牌，卡牌身上还是会有两层 W 的被动。当然了，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俩是真爱，你的就是我的。顺便提一句， Q 技能和大招都能够叠加 W 的被动层数，由于目标身上已有的层数会提供额外的魔法伤害，所以最好先叠满层数后再使用大招，就能够打出成吨的伤害了。人美身甜身材好，单挑打团样样行。女枪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位移，神探仓评价上手难度3颗星，在这个属于比尔吉沃特的8月，不玩下女枪可说不过去哦。这是我的两把枪，一把叫射，另一把叫啊，怎么样，喜欢吗？枪口喷着火焰，嘣！今天外设店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不错的键盘，就是这一款一博的 K727 机械键盘，全金属的面板，七色的背光，再加上悬浮式的按键，科技感很强，有木有？有黑、青、红、茶4轴可选。以下呢，给大家提供一下个人的建议：黑轴适合游戏人群，反应快捷。青轴呢适合经常打字的人，声音清脆，手感舒适。红轴呢就更加适合妹子，声音小，质感较软。茶轴呢可谓是办公游戏两相宜，所以茶轴呢也叫做万用轴。最后价格上呢也是很亲民的，最低啊只要315元就可以拥有绝佳的操作体验，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的。现在购买呢还送漫威超级英雄限量版键帽一套，先到先得哦。另外，现在购买我们的一博 K725 键盘，再加上一博 M639 鼠标套餐，就送任意英雄一个，还有我的签名照以及定制版的鼠标垫哦。快来小仓美美店淘宝店看我们选购你心仪的外设吧。很多小伙伴发来信息说上当受骗了，请大家一定谨记，我从来不卖 Q 币点券，任何以小仓名义卖 Q 币的都是假的。而且啊，最近在淘宝以及一些视频网站和直播网站上，发现很多以小仓名义开设的假网店。在这里我要郑重地跟大家声明，我的淘宝店铺只有以下5个，请各位小伙伴擦亮眼睛，确定为小仓的店铺再进行购买，以免在假店铺里买到没有任何保障的产品和服务。